大家好，这是由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的管理学部分。我是王志远。今天要跟各位进入到管理学的第四讲，规划的部分。先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个例子。当我们今天有一群人正在讨论说明天我们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常听到以下这样子的对话。有人说，你觉得呢？也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耶。再来，可能还是有人会说，都可以呀。或者剩下一个人告诉你说，随便啦。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通常我们明天的计划，搞不好最好的一种结局就是，大家一起在家里睡觉算了。正是因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才需要有规划这样子的活动。那么什么叫做规划呢？好，所谓的规划，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一种活动。在一个组织里面，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必须进行所谓的规划活动，来定义一下我们组织的目标。用我们刚刚的例子来看，就是说明天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再来，我们可能要建立达成目标所需的一些各种策略。这边所指的事情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去做那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什么目标。例如像是，好，我们说最近大家都缺乏运动，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多流一点汗，所以我们就说，那明天我们去运动吧。这种所谓的一个透过运动的方式流汗来达成一个所谓的一种叫做健康的目的，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策略。第三种，我们可能就要进行一下更全面性的规划。这些规划当中所指的事情是说，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成功的达成到我们的整体策略。以刚才的例子来看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可能事情是说，我们去什么地方来打什么样的篮球，借以能够让我们大家都觉得可以达到流汗这样子的目的。换言之，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我们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要了解我们组织的目标，定义我们的策略，并且透过这样子的规划来当作我们去整合跟协调组织活动的一个依据。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进行规划呢？首先，规划这个活动，它可以作为我们管理者跟我们非管理者当中努力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再来，这种规划的活动，它可以帮助我们管理者事先设想一下，我们在朝向我们的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对到哪一些潜在的冲击或者改变，进而就发展出来各种不大一样的一个行动方案，来去降低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之下可能面对的一些风险。第三个，规划这个活动来讲，它可以帮助我们组织去降低我们组织里面对于各种使用资源的重复跟浪费。更重要的事情是说，规划这个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作为控制之用的一个目标。一般来讲，规划的活动它可能会跟我们的绩效有关。规划做得好，通常来讲跟其他并没有做很好规划的企业比起来的时候，较为有进行正式规划的组织，通常来讲可以达到比平均值更好的一些利润率、报酬率，并且有较好的一些财务的表现。此外，进行规划的品质和规划的结果的适当的执行，其实比我们规划的范围要来得更为重要。但是要注意到的一点事情是说，我们常说规划赶不上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是因为对于一个规划来讲，它是否可以真正的达到自己的目标，除了我们是否可以成功的进行规划，以及我们是否能够落实我们当时规划所要进行的那些步骤之外，它也会常常受到外部环境的一些冲击的影响。最后是来自于规划跟绩效的一些相关性。事实上，规划跟绩效的相关性，它会受到我们这个规划活动当中它所涉及到的一个规划时间长短的一个影响。一般而言，一个规划是否有效，通常需要经过长的时间当中才能够知道是否可以见效。例如像我们今天可能说台北市我们来盖一个捷运，透过盖捷运这样子的活动，我们来帮助我们台北市能够有更好的一些交通的便利性。但是不要忘记，盖捷运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在盖捷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很有可能会造成整个交通的一些大乱，因为很多地方必须要施工，使得那个地方当中交通会相对上不便捷。所以在一开始进行
盖捷运的活动当中，常常会造成的是来自于城市内交通的一个大乱。但是，当若干年后，例如像5年或者10年后，捷运建设真的被盖好，并且周围的一些路网设施也被搭建起来的以后，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确认出来说，这一个盖捷运的规划，它是可以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效果。例如像早期在1990年代的时候，台北市在规划捷运这样子的活动，当时台北市就进入到了交通黑暗期，一直到了96、97年之后，才逐渐的因为部分路线的一个通车，而使得捷运成为台北市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规划在组织里面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首先第一种是所谓的正式规划。一般来讲，所谓的正式规划，通常我们所泛指的是来自于这个规划的活动，它在经历一个正式的过程，而它的产出通常而言是以白纸黑字形式所呈现的一种计划，用像这样子的方式来作为组织里面所有成员大家依循的一个方向性的指引。第二种叫做非正式规划，所谓的非正式规划，通常来讲，它并没有经过一个正式严谨的一种规划的程序，可能是来自于少部分人当中，他们在构思的过程当中而产生的一种计划，而这些计划通常来讲，它并没有以明文的方式呈现在组织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它的一种给人的承诺感较为低，并且也有较大的一种调整的空间。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比方来讲。例如，像在每年的时候，政府可能都会订立一些所谓的总预算。在总预算的过程当中，政府的各单位都必须要说明出来说，这笔钱到底要花在什么地方，以达成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以及为什么要进行像这样子的一种活动。而像这个部分来讲，就是一种所谓的正式规划的部分。但是，即使在有正式规划的部分来讲，可能里面也有很多的细节部分是无法被完全记载下来的。例如像可能在政府在编列预算的时候，会说今年我们来编列，例如像2000万的一个金额，我们来做下水道整治的工程。但是下水道以高雄市来讲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有。那么到底要在哪里做整治，以及在什么情形之下才要做整治呢？一般来讲，为了保留弹性的状况，在这个部分的一些想法，它并不会以明文的方式来呈现。当然，在编撰规划的时候，原先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一个具体上面在哪里进行的一些活动来讲，它可能是属于一些所谓的非正式规划的部分。再来，规划跟计划实际上是两种不大一样的东西。一般来讲，所谓的规划我们叫做 planning，我们把它定义成是一种行动。在这行动当中，我们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产生出来所谓的一个计划，所谓的 plan 的部分。计划 plan 它基本上指的就是一种所谓的记载如何达成目标的一些文件。通过这样子的目标文件当中呢，我们可组织里面的成员和外部的一些成员，他们可以知道到底这个组织它要怎么样子来分配它手上所持有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资源，甚至还有这些资源是在什么样的方式来取得。在这个活动当中，它必须要进行的一些时程表，以及说它要达成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还有，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行动来达成这样子的目标？这边所谓的目标，基本上我们所指的事情是说，组织我们当中所期望我们可以达成的一个成果。有这些成果当中呢，透过目标的一个制定，可以让我们管理者他有了一些管理决策当中，我们所必须要朝向努力的一个方向，并且透过目标的一个制定来讲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好。这个目标当时我们假设说我们要成功的话，到底先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成果来呈现？通过这样子的一种转换的机制来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实际衡量目标绩效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制定这个指标？而这些指标它是我们日后去进行另外一个管理重要的活动，叫做控制的一种衡量的基础。所以对于管理者来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目标的一个产生是我们管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样听起来的时候，好像相当的模糊。让我们来透过下面的例子，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规划、计划和目标之间的关系。首先，假设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活动，叫做我们想要筹组中华棒球队来参加世锦赛。
这个过程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一种所谓的规划。在进行这样规划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决定一下，我们参加这个世锦赛纯粹只是跟世界各国的一些棒球选手做交易，还是我们有更伟大的目标，例如像可能是要抢奥运的门票。那如果我们今天决定我们的目标是要抢奥运门票的时候，代表我们可能要用比较正式的方式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出现的问题啦，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找我们的总教练，以及说我们要从哪里找球员，这些球员我们要来自于业余队的征召，还是职棒，还是来自于旅外的球星？既然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抢奥运门票的话，我们可能会用比较严谨的态度来朝向这样子的目标来努力，所以搞不好我们就要想想看说，怎么样从职棒或者旅外的球星当中来做征召，来组成我们最强的一个中华棒球队。再来，我们在这活动当中，我们需要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用在什么地方？这部分当中可能还包含到说，我们该怎么样进行集训？集训当中，它本身所在地是在哪一边？球员要住在哪一边？可能必须要花多少钱？到了外国比赛的时候，我们就有球员过去吗？我们需不需要找一些厨师帮他们煮我们台湾人所喜欢吃的一些东西，以便让球员他们可以在最佳的状况之下来代表我们国家出赛？这些活动我们都可以算是所谓的一种在计划活动当中，我们在计划里面必须要能够写进在计划里面的一些资源需求跟用途的一些部分。我们刚才提到的目标，对于一般组织来讲，我们会把目标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一般来讲，常见的目标会锁定在两种不大一样的领域。第一种叫做财务目标，第二种叫做策略目标。所谓的财务目标，指的是我们把在财务上面来讲，我们必须要表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水准，用这样子的形式来呈现，这样子的目标称为是财务目标。通常来讲，这些财务性目标，它的呈现的方式会用，例如像是报酬率、营收额、净利率、毛利率或杠杆利用率这一种，可以来描述我们公司预计达成的财务表现，或者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筹组我们在营运上面所需要的一些财务资源，而进行的一些量化的一个目标的制定。第二种叫做策略目标，策略目标来讲，通常而言，我们指的是在方向性上面的，指的是我们该朝向什么样的方向来努力。这些常见的东西，例如像是组织里面去说明出来说，我们打算要取得的市场地位为何，我们主要要服务的是在哪一种市场区隔之下，以及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来去服务到哪一块的市场里面，借以达到我们所谓的一种追求的市场的一个地位。换言之，策略目标通常来讲指的是方向性的，而财务性的目标所提供出来的，大部分来讲会是一些比较偏向的事情是，当这个策略成功的被达成之后，我们在财务上面可以看到的一些结果跟表现。让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这个例子。对于宏基来讲，在宏基近年来，它一直不断的强调我们要进行所谓的转型。宏基早期，它是一间做笔记型电脑还有个人电脑而闻名的一个厂商。在近年来的时候，它打算从所谓的纯硬体的一个服务者的角色，转换成硬体、软体跟服务的一种整合商的一种角色。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它的策略性目标可能就是我们要逐渐的从硬体的领域当中扩展到软体跟服务这两个不大一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领域里面。为了达成像这样子的产品领域来讲，我们公司可能的做法就包括说，我要进行各种技术的开发。这些技术开发来讲，例如像宏基最近投资了大量的一些资源，在于发展所谓的 VR 安全训练系统这样子的一些技术。我们把处理这样子技术的部分，我们建立了一个计划，叫做宏新技术。同时，我们也开始去发展一些针对路边停车当中可能需要的一些服务。也因此，我们公司投资的另外一家公司叫做宏基智通这样子的公司，可能未来专门用这样子的公司来投注在智慧路边停车这样子的一个领域。此外，在目前网络逐渐发达的情形之下，资讯的安全也相当的重要。所以，宏基我们本身并不是只能够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提供我们的一个硬体设施，我们也可以针对企业用户来提供他们在维护资讯安全当中所需要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个软体或者硬体的一个整合性的服务。也因此，宏基在近年来开始投资了一个叫做安基资讯这样子的公司，来去达成到这样子的目的。像这样子的描述的方式，就是所谓的一种
策略的目标为何，以及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成我们策略目标的一些策略性的规划的活动。最后，所有的组织它可能都有多重的目标，这些目标一般来讲，我们可以以它的一个形式和它的一种特性，把它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做陈述性的目标，所谓的陈述性目标，它具备一种宣示性的特色。通常来讲，我们是利用公开陈述的关系方式，让不同的人他都知道我们组织的朝向的目标是什么。通常来讲，会跟财务或者策略有关。这样子的目标来讲，通常而言会有一种比较，其实这种所谓的一个正式规划之下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部分。而另外一种目标可能叫做真正的目标，它所指的是来自于组织真正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来讲，通常我们并不会用公开陈述或者正式化陈述的方式来进行，它也是一种所谓的非正式规划之下的一个产物。为了要了解这样子的目标为何，我们通常只能够从组织成员的一些活动当中来做一些推论的动作。那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例如像有一家油品公司，它可能对外陈述的目标是来自于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能够做出让所有的客人都觉得满意的一种油品，而这些油品的品质必须要能够做到让我的父母来享用，他们都会觉得很愿意享用、乐意享用这样子的一种产品品质的达成。但是，尽管公司做这样子的宣示，是不是真的做到像这样子的动作，就是未必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该公司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说，它从东南亚那边进口了一些品质并不良的工业用油，把这样子的用油直接做成所谓的一种食用油来做对外的销售。所以换言之，这家公司尽管它陈述的目标是要做出来让社会大众都能够享用的一个健康油这样子的一种目标，但是它实际的目标事实上是以追求利润极大化而产生的目标。所以我们真正在做的事情是，我们想办法用最低品质的油来用最高的一种价值包装的方式来在市场上面做贩售，来让我们组织可以达到获利极大化这样子的目的。这就是一种陈述性目标跟真正目标的一种呈现的方式。对一个组织来讲，一方面它可能会有多种不大一样的目标，同时组织内本身所产生出来的计划类型可能也相当的多元。我们依照它的一个广度、计划本身所涉及到的时间幅度、计划本身的明确程度，还有计划被使用的频繁程度，我们可以把它加以分类。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计划本身涉及范畴的一个广度。依据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计划分成策略计划和作业计划的两种类别。所谓的策略计划，所泛指的是指应用在整个组织的一些计划，并且这个计划当中，它本身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去建立组织全体性的一些目标，来让组织的成员共同有一些方向性。另外一种，我们叫做作业计划。这个作业计划当中，它本身所涉及到的范畴，指的事情是某一个特定的一个操作部门，它为了要达成这个策略计划的目标，所必须要配合进行的一些计划。那举个例子来讲，例如像以高雄之前的选举为例的时候，我们的市长提出的政见叫做"货出的去，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像这样子的一种高雄发展的方向，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典型的策略性计划。当然，在这样子的策略性计划之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明确的说出来说各部门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促成货出的去、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的策略性目标。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观光局和建设局可能就会提出来说，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跟某些部门来合作一下，取得他们的一些使用用地？然后呢，我们在这些用地上面来盖我们的爱情摩天轮，透过某些的方式跟厂商合作，并且透过一些其他的配套措施的进行，来共同吸引观光客，提振我们的观光事业，进而达到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的目标。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什么地方来盖爱情摩天轮，这个部分就是属于作业计划的范畴。再来，依据计划本身所涉及到的时间幅度，我们可以在概念上面把计划分成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两种不同的极端类型。长期计划一般而言，我们所指的事情是说，它的考量时间是在3年以上的一些计划；而短期计划通常而言，我们会像会计一样，把它设定在1年以下的一个计划。那例如像是我说
5年后我要买房子，这可以算是一种我的长期计划。而我今天定义出来说，为了达成我的长期计划，所以我在今年当中至少我要找到一份至少年薪100万的工作，这个部分就会是我的一个短期计划。一般来讲，长期性的计划通常而言可能会以方向性为主，因为长期的一个多变性。而短期计划来讲，一般而言，我们就会把这样子的计划定义得较为明确。所以，计划的第三种可能区分的方式，就是依照计划的明确程度咯。一般来讲，依据明确程度，我们可以把计划分成方向性和明确性的两种不同的计划。所谓的方向性计划当中，我们所指的事情是，我们可能建立起一般性准则的一些弹性的计划。而明确性则指的事情是说，我们定义清楚，让我们在明确的目标之下的时候，可以较少有一个模糊的空间，并且可以知道具体我们该怎么执行。例如像我现在要去台北这个部分来讲，我可以把它定义成是我的一个方向性的计划。可是我并没有说我要怎么去台北啊，当然各种交通工具的选择都是可能的部分。所以为了让我具体知道我要怎么去台北，我可能会具体的说出来说，我要搭今天下午2点钟的高铁，从左营搭到台北。像这样子，我连几点钟的班次都定义出来的时候，它就算是一种所谓的明确性计划了。那么，到底我们该定义方向性的计划还明确性的计划呢？首先，这个部分跟我们对于会影响到计划影响的一些各项变因会受到影响。第二个，它可能也涉及到时间长度的一个影响。实际上，并没有说明确性的计划一定会比较好。试着想象一下，你现在要搭车赶到高铁站。如果你今天已经很明确的定了说，我下午2点钟就要搭高铁的时候，可能，例如像突然碰到了塞车，我就有可能无法达到下午2点钟坐高铁从左营到台北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说不定我把它定义成说，我下午搭高铁从左营到台北这样子的目标之下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有比较充足的弹性来因应各种可能的一个变化。第四个可以用来区分计划类别的面向叫做运用频繁的程度，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原则把它分成单一性计划跟经常性计划的两种。所谓的单一性计划，它所泛指的事情是管理者针对特殊的需要所奠定的一次性或者使用一次这样子的计划。而经常性计划当中，我们所指的则是在于说，很多组织里面的活动会重复的不断的发生跟进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针对这样子的重复性活动所制定出来的指导性的一些计划。那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用麦当劳为例好了。麦当劳可能会定义一下说，在火灾的时候，我们的逃生计划里面可能就会定义出来，我们用哪边当做我们的逃生门，而人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从逃生门到什么地方去集合，来方便我们清点人数。像这样子的计划，一般而言，可能很少会发生，甚至我们希望它不会发生。但是为了预防，当万一火灾的时候的一些状况，我们还是得事先把这样子的计划制定出来。像这样子的计划，就是所谓的标准的单一型计划。再来是经常性计划。什么叫经常性计划呢？例如像是在麦当劳里面，可能我们会跟店员说，每当客人进来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步骤是先喊“欢迎光临”，然后接下来你要问他：“请问您今天要点什么餐点？”再来第三个话呢，可能会说：“请问您点这样就够了吗？需不需要加购一下我们今天所附赠的，例如像是我们的鸡翅或者是苹果派等等。”那么，当客人说要或不要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动作。像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一个接待客人该有的动作把它定义出来，这种就属于经常性计划的范畴。而这样子的经常性计划，如同刚才所示范的，它会比较明确，并且它会需要不断的被使用。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可能用比较具体、明确的方式来把这样子的计划给定义出来。在谈完了计划可以怎么样进行分类之后，接下来让我们稍微聊一聊，到底这个组织来讲，它是怎么样子来发展计划的。传统上面在组织里面会有两种不大一样的规划方式，第一种是由上到下的一种传统规划方式，第二种则是来自于所谓的一种目标管理方式。首先，让我们来谈一谈什么叫做传统由上到下的规划方式。在传统上，一般而言，大部分所认为计划该被产生的方式呢，是由高阶主管首先设立目标，接下来呢，再来由各部门当中他们再来进行设定各种为了达成这一个大的
策略计划目标之下的各种作业层次的目标。那么在这样子的概念之下的时候，它基本上所遵从的是来自于我们之前在第一堂课当中所谈到的管理思想演进里面的行政管理学派的指挥链原则。再来，里面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假设，是来自于说管理本身是一个专业，所以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的时候，整个的计划应该是从最高的主管开始做制定。而对于一般员工来讲，因为他们本身并不大具备管理的专业，所以他们不应该涉入到这种所谓的一个计划的过程。在这样子的计划的设定之下的时候，它基本上很强调的是一种叫做方法目标链的概念。它的概念当中，如同像我们刚所谈到过的，在假设一个企业组织里面必须要符合指挥链统一的原则之下的时候，对一个组织来讲，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当中，他们里面的一个组织架构是非常清楚的，并且每一个人该对谁负责，谁该负责什么事情，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也因此，我们可以轻易的把这些所谓的组织里面最高层的策略目标，轻易的一层一层转化来下来，到所谓的最细层的作业目标。而在这种情形之下，从上层到下层之间的各种目标就会息息相关。所以，只要每一个底层的人都把自己的目标给完成的话，那么自然而然，这个企业组织它的一个策略目标就会被达成。这种传统由上到下式的规划方式，尽管它符合了行政管理学派的一些观点，但是它不是没有缺点的。当我们要把较为方向性、较为广泛的策略性目标，把它转换成下面的部门、团队或个人较为明确的目标的时候，并不是在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在每一阶的人想去理解这个目标的时候，往往会加上自己诠释后的观点。但在这种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使得目标的明确性逐渐就跑掉了。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以下的这个例子。首先，在这个公司里面，最高主管他可能定义的目标事情是，我们要提高公司的绩效。而这高层主管的东西，被分公司的管理者他来解读的时候，他会把它解读成所谓的一个提高绩效，就是我要把分公司的利润也有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对于部门管理者来讲，他又有可能会把分公司管理者当中所提到过的利润有所改善的部分，把它解读成不管怎么样子，我们都得提高利润，所以要用尽各种的手法来提高利润。在这种情形之下，到了个别员工阶层的时候，他可能最后会产生的解读会变成说是，别管品质，速度是最重要的。所以到了最后，这家公司生产了很多很多很多更多的产品，但是这些产品都不能卖，不但不能够提高利润，也无法充分的达到管理者原先所界定的组织绩效的目标。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避免这种楼被盖歪了的状况呢？这个时候，有一些学者他们就提出了目标管理法的这种规划方式。所谓的目标管理法，它所泛指的事情是说，由员工跟经理人他们共同来设定这些目标，并且根据这些目标来评估员工的一些绩效。在一个良好的一个目标管理法的做法之下的时候，我们所强调的事情是说，它必须要有清楚的目标，而员工本身必须要能够在决策的时候进行参与。此外，在整个的一个目标设定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把不同的活动当中它的期限给确实的给建立出来，并且到了最后，我们也必须要有成果的检视来确认一下这样子的定义的方式到底有什么问题。一般而言，在目标管理法之下，它的优点在于说是因为在制定目标的过程当中，员工本身有参与的过程，所以它的诠释当中是否可以符合到上层管理者他们的一些想法是有一些可以去确认的部分，而再者，上层管理者当中，很多时候可能会因为不知道下层工作的一个状况，所以可能会定出太过好高骛远的一些想法。而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双方彼此是有一个沟通的可能性的。这样看起来好像目标管理法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做法，但是它还是有它的缺点。例如像是在各个子部门当中定义起他们的目标的时候，现在问题出来了。最高层的管理者，我要怎么样子把它整合成公司的整体策略目标呢？这上面来讲，又是另外一种挑战了。但不管怎样，这种管理法还是一种相当常见的做法。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进行目标管理呢？首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设定一下组织整体的目标跟策略是什么。接下来呢，公司必须要把这些目标跟策略交付给不同的分公司跟员工，而这些公司各部门的一些管理者，他必须要跟更上层的主管去进行合作，来去讨论一下说，到底在我这个部门当中，我们部门的目标该怎么样定义会比较清楚且容易被理解。接下来，这各部门的主管，他们又必须该跟他们旗下各种部门的成员一起来讨论一下，为了达成这样子的一个部门目标，我们总共要怎么样定义你们个人的目标，并且我们讨论一下说，为了达成这样子整个部门的目标之下的时候，你们每一个员工或者下属，你们该怎么样子来去设定你们的一些行动的方案，以便让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完成属于我们部门的一个目标。在这些目标设定完成之后，计划进行完成之后，我们也开始要去执行行动的方案，并且作为主管的人，你必须要定期的来检视一下，不同时间当中他们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该有的进度，并且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必须要介入，重新进入到规划组织的一个过程，并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必须要对于达成目标的人，要给予一定的一个奖励，来达到激励的一个效果。这就是一般而言常见的目标管理的流程。在目标管理当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所谓的目标喽。那么，什么样子才能够叫做一个理想当中的目标呢？一般来讲，管理领域当中所建议的目标，可能我们必须要着重的是在于描述想要达到的结果，而非是在过程当中的一些行动。再来，这些目标当中最好能够符合，例如像一可以衡量并且可以量化，二有明确的一个时程表。并且三，它有一些挑战性，却又不会显得太过于挑战，让员工基本上会因为说看着就觉得达不到，因此就放弃了。并且四，它必须要能够以书面的方式来呈现，以及最后更重要的事情是说，它最好是能够让组织所有相关的成员都能够知道彼此的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形之下，会有利于彼此的一些协调跟共同的努力。那么，就实务上面来讲，一般组织的目标是怎么样子来产生的呢？通常而言，刚才前述所谈到过的传统的由上到下式的跟目标管理式的方式，都可能会被使用，但是可能并不会完全使用到这么极端的一个状况。上层定出来的目标，尽管是在传统的由上到下的这样子的目标制定的方式，还是会有下面的人会有一些可以挑战跟要求上面做修正的空间。反过来说，真正的目标管理，在每一层彼此定义完目标、协商完之后，共同凝聚起来这样子的做法，事实上它的一个时间效率会非常的困难，并且会相当难以整合。所以通常而言，所谓的一个目标管理所进行的方式，还是会来自于说，以上层的目标作为主要的一个讨论对象，再由下面的人来就自己的状况来讲，来进行一些规划跟整理，在不行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来跟上层的单位来做一些协商，要求进行目标的调整。而最后所达成的目标，通常来讲，就是在这样子过程当中的一个协商、妥协的一个成果。到底该怎么进行规划，它也会受到很多全变因素的影响。所谓的全变因素，指的事情是说，这些因素会影响到规划本身该进行的方法及其可能的效果。这些因素当中，包括规划的阶层、环境本身的一个不确定性，还有承诺投入的概念。首先，规划的阶层方面，不同阶层的管理员或者是作业阶层，他们各自可能所负责规划的类型可能不大一样。例如，像高阶管理者，可能较容易去涉及到的计划是来自于发展策略性的计划。而对于所谓的基层管理者，乃至于前线作业员工而言，他们最需要发展出来的，通常来讲是所谓的一个作业性计划。所以也因此，对于不同的管理者而言，他的阶层会影响到什么样的能力是他所需要的。例如像高阶管理者，因为本身他们的目的是要发展策略性的计划，所以概念化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反之，因为他们本身并不大需要涉足到前线实际的一个操作的过程，所以相对应来讲，跟前线作业人员有关的技术性的能力，可能对于高阶主管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反过来说，对于基层管理人员或者是前线作业人员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是所谓的一个
基础的技术操作能力，而对于所谓的一个概念性能力来讲，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就没有这么高的一个需求。而中介管理人员他们的责任是在于要一步一步的把较为方向性的策略性规划把它转换成比较明确性的作业性计划，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对于中介管理人员来讲，他们不但要有很好的一个诠释能力，并且他们也要有能力去进行沟通，来作为高阶主管跟基层管理者之间的桥梁。在环境的不明确性上面来讲，环境的不明确性会影响到规划本身的属性，例如像在环境属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下的时候，可能所适合进行的规划产生的计划是属于风向性的计划，并且是属于短期性的计划，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组织才能够随着环境的一些改变而进行适当的一个调整。最后是来自于承诺投入的概念。什么叫承诺投入呢？所谓的承诺投入，它所指的事情是说计划时间的时间幅度，它应该要涵盖到所有投入资源的时间点的概念。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是非常非常的抽象，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好了。大家都知道苹果的手机非常的好卖，所以很多的厂商，例如像是中华电信或者台湾大哥大等等，他们都会希望能够代理到苹果的一个手机。但是问题出来了，苹果在找供应商的时候，他不会说你要代理我的产品就可以，他会希望这些代理商可以在台湾当地帮他来进行更多的一些行销推广的活动，所以这些代理商本身他可能就要讲出来说，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布建这样子的通路，建立起这样子的行销管道，以及说进行什么样子的行销规划。当我进行这些行销规划的时候，我可能就要把相关的一些人员给聘用进来，并且进行到到位这样子的一些成果。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打算要代理苹果手机的厂商势必得投入到很多的一些人力物力跟资源，才能够去取信于苹果公司愿意去把产品给他们来代理。也因此在正式的跟苹果取得代理权之前，这些厂商可能都各自必须要先投入到相当多的一些资源，而这些资源布建起来的时候也需要相当的一些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进行规划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要进行到的相对上面较为长期性一点的规划，并且除了方向性之外，也必须要涉足到一些较为具体性的一些明确程度的一些规划，才能够方便把一些相关于的成本结构给规划出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才能够估算出来说，到底去代理苹果的手机会不会划算，会不会造成亏损，并且制定出来一些合理的销售目标。管理者事实上不能够关起门来自己来做规划，他必须要考虑到很多外部环境的一些因素，因为外部的环境也会影响到企业该怎么样去进行各种的作为来因应这些环境的一些特色。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作为一个管理者，特别是来自于中高阶的管理者，他们必须要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些外部环境的扫描。这些外部环境当中可能包括科技的变化、政治局势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变化，还有例如像是各种突发的一些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当中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企业目前的一个经营的状况。例如像是最近发生的中美贸易战，过往当中台湾的电子业者跟外国的厂商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一种台湾接单大陆生产海外销售的一种经营的模式，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使得在大陆生产的很多的产品开始面临到被课高关税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厂商他们必须要随时注意到是否发生到贸易战之类的一些可能性，来去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进行到调整生产基地这类的手法，来去因应环境的变动。当然为了去扫描这些环境的时候，厂商可能必须要收集各式各样的一些资讯，这些资讯会有不同的来源，例如像可能你可以从报章杂志上面来取得，或者来聘请专业的一些顾问公司来帮你进行到商情资料的收集，或者可能只是来自于说同业之间大家的一些聚餐当中口耳相传的一些资讯。这些资讯的收集本身都相当重要的，并且作为一个管理者而言的时候，他最好要有能力去进行各种资讯的一些消化，并且来尽力到一些这些资讯判断的能力。除此之外，现在的资讯科技相当的发达，也提供了我们更多过往当中所没有想到过可以利用到的一些资讯。例如像是在以前的时候，
我们通常而言，在行销领域里面，只能够去透过消费者分析的方式来进行到一些消费者基本生活状况的一些调查。但是，这些由消费者自己亲自报道的一些偏好跟属性，是否真的是准确的呢？现在很多的资讯科技，透过例如像 GPS 或者来自于说各种消费性技术的一些侦查，例如像在网络购物的一些资讯，它可以大幅的提高出来。业者他们去了解消费者的一些行为特征，也因此善用资讯科技，事实上是可以帮助管理者提高他的一个计划品质。也因此，在近年来，不管是在 IoT 的技术、大数据的分析，乃至于人工智慧的技术的发展，它都可以达到辅助企业进行决策的任务。最后，整个的一个计划，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做完就没有事的过程。严格来说，在计划的过程里面，它是一种在建立假设、确立假设的情形之下，检验成果之后来进行修正计划的一个循环。换言之，计划本身并不是做完就算了，后面还涉及到控制。当控制发生有问题的时候，还要倒回来重新去修正假设，重新来去进行所谓的一个规划、组织、领导和设定不同控制目标的一些过程。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看，有一家食品公司。他觉得说，狗狗市场当中目前并没有针对宠物健康这样子的一些产品，所以他决定开发出来一个新的产品。经过营养师的设计，他们认为说这个产品是最能够帮狗狗带来它的健康的一种宠物食品，所以开始花了大量的行销经费，然后来诉求说这是一款最能够确保，也是唯一能够去达成宠物健康的一种食品。他把它放到了外面的通路当中做销售。结果很遗憾的事情是，过了3个月之后，这个产品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买。他们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这些狗狗他们都不愿意吃这种对他们健康比较好的产品呢？于是开始进行了很多消费者调查的分析，结果他们发现到了一个问题：原来狗狗所在意的并不是这个食品对它的健康有没有帮助，而是味道好不好，是他们爱吃的。所以到了最后，他们才发现到，原来他们认为。对狗狗有健康需求的一些产品是有帮助的，这样子的假设是错的，所以他们只好跳回来，重新改正他们诉求的目标，把这个产品本身的诉求从健康上面更加的强调对于狗狗口味的一个适合度，通过像这样子的方式，才能够成功的把它的宠物的食品在市场当中进行销售。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